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晚的刘宇，大家好。有更多
裤，然后就有很多地方，就有很多星星。哦，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看到中国的不同的朋友们，更多不同的城市的里面的 fans。OK， 好，来下一位。我觉得相对于之前的话，我变得比以前更加帅气了一点点。这个答案，这个怎么闹不出乎意外啊？到哪都是说自己很帅气。当然了，这是比较帅气啊。在冲浪游里面就感觉没有现在那么帅气啊。你的那些笑话 video 又准备了更新了吗？啊，那些短视频有更新吗？没有，没有是吧？好，期待一下在杭州这个地方发现更有意思的事情。好，来，就是可以用公费到处去旅游，这么直接吗？公费到处旅游，就每个地方的我们去每个地方活动也好，跟大家见面也好，那也相当于是旅游嘛。对，尝一下当地的美食，然后跟不同地方的粉丝见面。虽然大家可能都是每个地方都是同样的，跟着你们去哪儿他们去，但是就是大家跟着我们一起走遍全国的感觉，还是很幸福啊，太辛苦了。OK， 所以呢，接下来希望大家可以在更多地方看到你们。OK。对于我本人来说，我自己是没有改变的，我还是那个想去追求那道光的那个少年。然后，但是对于舞台来说，我可能会做得更加极致。还更加极致。一会儿听听他们对于接下来的舞台有什么特别的想法。OK， 拜拜。好，我觉得一直是在机场的时候，很多的人说真的很开心。对，然后。就是我那天就是用第一次用钱用我的手机买水，我真的很开心，真的很享受，然后可以买很多零食。对，这个很就是他来了以后赚钱以后开通了那个 FacePay， 就是对，就是对，对，就是看可以买东西，就是很得意的可以用手机付钱，很方便，对，然后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对，可以吃很多。希望越来越多的机会吃到好吃的美食。对，我觉得就是比刚成团到现在，我更有开导的，因为我其实之前比如说刚成团回到的很晚，而有时候就一个星期可能也不能见面之类的，而现在虽然前两天一两三天不见面就会很想念。所以其实换了新宿舍之后，彼此见面没那么多了。舞团就为我们打造，很棒的。现在要讲 detail 是吧？不讲 detail 了。
第一首歌是邀请了非常厉害的编舞老师，有一些编舞动作，所以是一直完全不一样的，就是我们看了以后全员都觉得这样的。那我要问一下我们的舞蹈冠军盛凯，盛凯这个舞蹈我为你们准备了新的编舞啊，对对，因为他们也有参与，对他们也参与进来了，对，哇 ，OK， 期待，一定要期待，因为我们惊喜是一波一波的，一波一波的，对 ，OK， 所以米卡会唱中文歌吗？在里面？可以还不唱上一首英文歌？我唱。春晚的第一张专辑会是什么样的风格？非常期待，因为每个人有擅长不同的音乐风格，也有会唱、会乐器等等等等。好了，所以还是那句话，期待一下刘宇春晚的那么的非常，我们期望一会见。OK，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玩一个小小的互动了，因为今天有非常多的朋友可能没有办法来到现场，我们呢也从这些征集的问题当中抽出了几个问题，要向我们的音符晚来提出，看看他们会怎么样回答。来，有请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心愿箱。好，所有线上的朋友们，一个所有的朋友都在这里。哇，来了，我看一看，也会有你妈的出现，我说给你。好，第一个。第一个问题是，这个有意思，请分享一个最近成员。然后他就是有一个熊，对啊，一个熊，他真的很不怕，然后他就是在打网，他们就是熊，谁呀？原生的熊的那个，熊的那个套装，就是那种，就是我们在玩偶的，对，有套的，那大头罩子那种，然后就是对，然后他来我的房间，我开，然后他开始跳舞，对他真的很疯。为什么嘉宾会有这样的想法？就是让我的成员之间都开心一点。然后你不是不喜欢卖萌吗？这件事情也很萌哎。啥？你不是不喜欢卖萌吗？你这件事情也很萌吗？不萌吗？不萌吗？不萌吗？你当时的萌是买来的，他不卖的啊。那个东西买的自己萌的。那个东西不萌，那个东西很喜感啊。对，就是很搞笑，所以才买那个。然后之后我还会在我的屋子里面，就是那些唢呐呀之类的，二八二胡啊。每天就是派派都会来我房间说晚安元哥，然后前两天他一天的晚上来了两三次，说元哥我要睡觉了，所以就是失常，就是暗示他可以太晚了，我要睡觉了。好，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平时你们小互动的方式。好的，还有吗？谁有意思的事情要分享？其实我们在宿舍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帮我们做饭，就是早餐和午餐的时候。但其实阿姨有时候不太知道谁要吃谁不吃，她不可能一个房间问吃饭吗？我们还有不吃的，肯定都是。就是有一些同学想要争取一些睡眠时间，对，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想吃同学就是一听到说有饭吃了，今天啪就会冲着去，然后去的晚的人就会只能去捡，比如说今天有芹菜炒牛肉，那去的晚的人可能就只能吃芹菜，对，都是肉食动物。OK， 吃饭也要赶早，要抢着来。对 ，OK， 吃饭不积极，思想不够，吃饭也要积极，那这样讲。我问一下刘宇，你最近有买一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吗？特别的东西，接下来期待在这个你们的宿舍当中有更多好玩的事情发生，可以通过你们的位置中跟大家分享给大家。好了，来下一个问题，这一位，这个有意思吗？
大家私底下会不会相互来教学方言？几名我们的外国同学有没有学到新的有意思的中文？对啊，你那个补了盖学会了吗？大家应该是没学会的，应该没学会是吧？对，就是我的中文级别比较高，然后那些外国地方他们都就是觉得我的中文话很难，但是我只要把语速放慢了，他们听明白了，人家普通话非常的普通。对，我对我自己的普通话很自信。哎，那有没有几个外国弟弟有没有学新？我有学一个新的成语，嗯，就是情有独钟。哎呦，对，就是只有爱。是我昨天在工作，然后有一个词就是很像，然后就是他们告诉我，就是啊，这个很不错啊，所以你对他们也是情有独钟，对吧？对。哎 ，OK， 好，接下来还有谁学到了？你老师是啊，那战斗有学到，学到什么词？是今天我学习了宝贝，宝贝们，对的，宝贝，错的没错。各位的时候，你们要努力的为现场的粉丝多谋福利。你们如果获胜的幅度
这个轮流之前，我深深问一下彼此，你没有认真的观察过彼此长什么样？当然有，每天照很多照片，然后每天面对面都知道大家长啥样。你确定吗，刘宇？当然了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自信吧？是吗？对啊。周慧不是跟我说的，周慧，你了解你的团员们吗？了解，了解他们彼此长什么样，对吗？对。是叫做印象梗，也就是在大屏幕上一会儿会出现团员的照片，但是都是只有局部，可能是眼睛，可能是嘴巴，可能是鼻子，你们要通过局部来猜这张照片到底是哪一位团员的照片。而且我们这一次是以